因为有现场观众，他有一个愿望，希望能够在我们的节目实现。哦，真的吗？可是我要掉泪哦。真的吗？是谁？是谁？连我都不知道谁。哎，是谁？有。好哦，我们有请愿者吗？欢迎请出场。来自新店，那今天很谢谢金姐跟庄老师给我这机会，在七夕情人节完成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件事。所以现在我要欢迎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人。对，谁？在哪里？你好，你好，怎么称呼？好，姓姚。姚小姐，你知道他来这招吗？我不知道，今天不知道他来。我知道他来，因为我跟他一起来的。然后啊，突然就上厕所不见了。他一直都没有出现，我在上来之前。哦，你们认识多久了？14年。哇，14年，他不说跟十几岁，国中在一起吧？国中啊？对，我高中到国中的时候，你看，好棒哦。求婚嘞！这下面有一个盒子。对。等一下，这个盒子。很抱歉，因为我今天没有带过来，所以我希望能够变出来。真的吗？对，变出来。用我们十四年的爱把它变。好。它变出来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。像破天荒，生命，用我的权利更爱更爱你。未来每一天一定会比今天更美好，因为有你。嫁给我。这是一个最浪漫的求婚，而且你用了全世界，现在我们说是不是很好？全世界都在看，他很用心。这飞机上也看得到，飞机上也看得到，博美全部都看得到，而且大家知道他真的用心，就在他最不如意的时候，别人看不起他的时候，你总是呵护着他，陪着他。大声讲，我愿意，我愿意，耶！我是证婚人，你每次都不要问，你给我七新娘了。